右边那个眼眶痛啊，右边眼眶痛，那个，人家叫他大瀑布那个水流啊，水流啊，水流啊，冲出去的时候，力量非常大，力量非常大，如果说拦截他一下的话，拦截他一下的话，那么就水。对接，后面就连串的对接，那个力量是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啊！我们有这种眼睛有个毛病叫青光眼呢，青光眼就有的地方就一个小地方发生堵塞以后啊，就眼压一下子很高啊，眼压很一下子很高啊。同样的，如果你要叫到大瀑布的地方有什么堵一下子的话，对接，压力特别大。人工啊，去堵的话很难堵的啊，人工的啊，但是呢，对外星人来说呢比较简单啊，因为他知道啊怎么整，然后他有他的技术啊，所以呢，按地球人的想法，告诉他地那边啊会要断流啊，一般人家一笑了之啊，不会当真啊，不会当真，除非断流以后啊，人家回顾的时候。才会发现哦，原来有人预告过的哦，就是不要指望事先有人有反应，有人有行动，只能就回顾头来的时候，人家才发现网上居然有人说起过这个事啊，既然提前有人预告只能就是说达到这个效果让人们想起来曾经有人预告过而已好，知道了好，再见再见。